中国好剧千千万，但是古装仙侠剧一直都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所以当小谷知道号召力强大的四爷吴奇隆、大师兄陈伟霆、小谷赵丽颖三个准备一起拍仙侠剧时啊，我就知道电视剧《蜀山战记之剑侠传奇》的收视率肯定不得了啊，绝对创出新高度。如今这部备受瞩目的电视剧终于要开播了，那么宣传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了。看看主创们都有啥抢头条的招数啊。招数一，陈伟霆蹩脚港普萌萌哒，错误发音引粉丝吐槽。自从走红后啊，陈伟霆的港普一直都是粉丝吐槽的对象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的发音还是当初那么可爱呀。还有降力雨，赵丽颖，对吗？跟草原上那边挺近的，所以你们都给我来了。都能听懂吗？大家？你们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听得懂啊。招数二，陈伟霆、赵丽颖大尺度吻戏不断，吴奇隆搞怪称不要停。看剧嘛，颜值固然重要，但是里面的男女主角的吻戏才是粉丝最终的追求啊。所以当现场看到两人的大尺度吻戏时，粉丝的尖叫声那叫一个激烈呀。还有坏坏的吴奇隆在旁边大呼不要停。他们现在是挺夸张的，那可不一定，是不要不要的意思。对。是不要停，是他的。是不要停。啊，我错了。没有，我刚才看到那个，我就想到对方那个状态，特别，我也是被吓了一跳，但是我也很。招数三，吴奇隆称办婚礼不是比赛，一切都在准备中。作为该剧的出品人，宣传重担一半可都落在吴奇隆身上，所以发布会上必须放大招啊，谈谈自己的婚礼细节。时间到了，因为比你们晚领证的黄晓明 baby 十月都要婚礼了嘛，那你们的婚礼，你说今年会有个交代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啊？那总要有一个交代嘛，给大家。放心吧，我们都在开始在规划，但是所有事是需要时间的，对吧？又个全一乐，开挂的宣传方式不需要解释。上海报道。中国好剧千千万，但是古装仙侠剧一直都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所以当小谷知道号召力强大的四爷吴奇隆、大师兄陈伟霆、小谷赵丽颖三个准备一起拍仙侠剧时啊，我就知道电视剧《蜀山战记之剑侠传奇》的收视率肯定不得了啊，绝对创出新高度。如今这部备受瞩目的电视剧终于要开播了，那么宣传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了。看看主创们都有啥抢头条的招数。招数一，陈伟霆蹩脚港普萌萌哒，错误发音引粉丝吐槽。自从走红后啊，陈伟霆的港普一直都是粉丝吐槽的对象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的发音还是当初那么可爱呀。还有降力雨，没听见。赵丽颖，对吗？跟草原上那边挺近的，所以你们都给我来了。都能听懂吗？大家？你们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听得懂还好。招数二，陈伟霆、赵丽颖大尺度吻戏不断，吴奇隆搞怪称不要停。看剧嘛，颜值固然重要，但是里面的男女主角的吻戏才是粉丝最终的追求啊。所以当现场看到两人的大尺度吻戏时，粉丝的尖叫声那叫一个激烈呀。还有坏坏的吴奇隆在旁边大呼不要停。他们现在是挺夸张的，他们那可不一定，是不要不要的意思。对。是不要停，是他的。是不要停。啊，我错了。没有，我刚才看到那个，我就想到对方那个状态特别，我也是被吓了一跳，但是我也很。招数三，吴奇隆称办婚礼不是比赛，一切都在准备中。作为该剧的出品人，宣传重担一半可都落在吴奇隆身上，所以发布会上必须放大招啊，谈谈自己的婚礼细节。因为比你们晚领证的黄晓明 baby 十月都要婚礼了嘛，那你们的婚礼，你说今年会有个交代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啊？那总要有一个交代嘛，给大家。放心吧，我们都在开始在规划，但是所有事是需要时间的，对吧？
又不全一乐，开挂的宣传方式不需要解释。上海报道。